1995年出生的贾伯斯，因为父母当时未婚生子，一出生便交给他人领养。而贾伯斯的养父母在物质生活上虽不是太好，但是他们给予了贾伯斯满满的宠爱和支持，这也种下贾伯斯勇敢创业的种子。贾伯斯读了半年大学后便辍学了，不过他并未放弃学习，而是把所有时间用来旁听自己有兴趣的课，也学习到如何写得一手好字，这奠定了苹果在字型设计上的基础。1976年，贾伯斯21岁，和一位朋友在父母家车库拼装出一部举世瞩目的电脑，并且以贾伯斯最爱的水果命名，苹果电脑。就在苹果风风火火地成为市值20亿美元的4000人公司时，他被自己一手拉拔的苹果赶出来了。当时的他痛不欲生，甚至想过要逃离矽谷，但贾伯斯渐渐明白他还是热爱着这些他所做的事，于是便下定决心重振旗鼓，拓展自己的第二条道路。想听更多关于史蒂芬·贾伯斯的故事，欢迎订阅关注我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